要展开一个美味的飨宴，一个台湾品牌的骄傲。那么在今天我们台湾馆的开幕典礼现场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敬爱的长官，还有各位媒体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在此呢，也由乃馨呢先为大家一一来介绍我们与会的各位长官。那么每一位呢，也请大家呢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OK？ Now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for you. OK, everyone, please just say hello to our audience. 我们每一位呢，请跟大家呢打个招呼。首先，当然要为各位欢迎。我们非常感谢呢，我们今天。我们的部长，经济部，我们的张家珠部长在现场，部长好，非常欢迎，谢谢我们的张部长。接着为各位呢，当然要隆重介绍我们新政院农业委员会的主委，我们的陈宝基主委，欢迎我们农委会陈主委。同时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介绍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黄伟哲立委委员好，欢迎您。为各位介绍我们国际贸易局的姜文若副局长，欢迎。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的王志刚董事长，欢迎王董事长。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杨世佩董事长，欢迎杨董事长。接着我们要为各位来介绍的是台湾区冷冻水产工业同业工会的蔡俊雄理事长，蔡理事长好。台湾区冷冻肉品工业同业工会的高明穗总干事，总干事好，欢迎，你好。接下来为各位欢迎中央畜产会的李春静执行长，执行长好。全国农业金库的陈朝辉董事长，欢迎陈董事长，你好。中华民国米谷商业同业工会的全国联合会，欢迎我们的梁朝凯副理事长，欢迎。接着也要为各位来欢迎的是台湾创意设计中心的艾淑婷副执行长，您好，嗨，欢迎。